该知道的关键字。谢听松。谢听松在陈菊时期担任殡葬处处长，许立明代理市长赶在韩国瑜就任前让谢听松升任十一职等的环保局副局长，这一看就是标准的依法行事，不是政治卡位。明朝的剑不能斩清朝的官，但当朝的皇帝可以变前朝的官。韩国瑜主持市政会议时，谢听松坐在位子上翘着二郎腿抖脚，韩总虎躯一震，浑身散发出王霸之气，罕见的彪骂谢听松什么态度。真是第一次发脾气，我希望高雄市政府从市长本人开始往前冲，每一个官员都大家能够一条心，而不是在开会的时候翘个二郎腿，全身抖来抖去。刚好市长他有提到现场都是副局长嘛，那我一次三声，好啊，我一直在回头再通常希望再找，我真的是我个人的错。市政府的骂得动，立法院的叫不醒。期待我是你觉得累，记得我在末日来临之前，期待要期待，不要睡觉，wake up。所有鬼混的政治人物都要下台。每天看着你，每天对你好，你最该孝顺的除了老北老木外就是荧幕了。三月底前购买三星荧幕指定机种，就送人体工学电竞椅、无线快充滑鼠垫、时尚旅行潮酷硬壳包。荧幕买得好，对自己才是好。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想要的方式呈现。 Google 游戏串流全球市值第三名的 Google 干爹在游戏开发者大会上宣布，2019年将推出串流电玩服务 Google Stadia， 声称 Xbox 死和 PS4 的效能加起来都比不上 Stadia。 Stadia 利用 Google 云端，让玩家玩高阶游戏却又不必购买昂贵的主机，玩家使用 Chrome 浏览器的任何萤幕种类上运作，游戏计算都由 Google 伺服器运行，把游戏从硬体解放。 Google 称这是适合所有人的游戏平台。AirPod 是苹果最热销的无线耳机，苹果去年销售约3500万台 AirPod。 苹果20号在官网无预警推出下一代 AirPod 无线耳机，搭载全新 H1 耳机晶片，装置间切换速度快2倍，通话的连接速度快 1.5 倍，搭配新式无线充电盒，充电15分钟可使用3小时，6490的蓝牙耳机，这就是信仰。春分秋分日夜均分，春分是一年的第四个节气，当天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地球昼夜相等长。春分后北半球进入昼长夜短模式，反正出社会后早就是昼长夜短模式了。春分时节也是百花绽放的时候。风和日丽，只是太阳大了一点。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